Hello， 大家好，我是苗田，我现在呢是在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住房研究中心做博士后。我非常感谢区域研究协会给我提供这个年轻学者研究基金。我觉得这个研究基金呢能够帮助我实现三个目标。首先呢，是它能够提供了我急需的这个资金资助，去帮助我从事我非常有激情的一个研究。第二点呢，是它加强了我的整个的这种研究简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也增强了我将来就业的这样一个竞争机会。所以呢，还在等什么呢？我希望每位同学像我这样一个处在像我这样一个研究阶段的呢，大家都能来争取尝试竞争一下。对，谢谢你。大家好，我被要求呢给所有想申请这个基金的同学呢一点小小的建议。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我觉得这个他们的研究学者基金呢是非常有竞争性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呢，首先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非常要花一些时间去考虑你真正想从事的研究，你的 idea 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你的研究方法很详细的表达出来。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这个执行的你的执行计划呢，不仅仅是在于你的资金安排，还在于你怎么样计划你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三点你都能考虑到的话呢，你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哟，加油吧。